除了大师的创作令人惊艳，学生的作品也是创意无限。带你来看到的是树德科技大学这群具备艺术天分的同学，在舞蹈、彩妆等艺术创作的领域上展现惊人的实力。而在学校的补助下呢，他们也前往国外进行比赛或者进修，不但圆了出国梦，也让他们在国际的舞台上崭露头角。我一往，男女舞者和谐的舞姿搭配柔软的线条，兼具现代与古典的完美结合，让这群树德科技大学学生的舞蹈实力备受肯定。在学校赞助下，前往纽约著名的舞蹈教室进修。学校呢，以及同学师长给我们的鼓励，那让我们能够到纽约去做学习以及表演的这些事情，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算是一个逐梦的开始。同样获得学校赞助出国圆梦的还有这位张慧中同学，还是大一生的他携带惊人的创作实力以及艺术天分，站上了世界杯德国舞台彩妆的竞赛。再将他尾巴的上面多增加一点线条，比较有那个尾巴灵活的感觉。非常感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去比世界杯，因为其实在参赛的部分、造型制作的部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费，所以学校有这一笔补助的这个机会让我就是减轻很多负担。百万逐梦计划主要都是给学生啊，对于那个自己的大学生活有自己的企划能力啊、行销能力，那对于将来的梦想啊，能够一步一步的、逐步的去实现，对学生来讲是一种，我觉得是一种鼓励的、跟激励。不论是舞蹈、摄影或是彩妆等等的创作艺术，学生们发挥创意，展现艺术软实力，而学校也扮演推手的角色，让这群具备天分的学生们站上国际的舞台，也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。广东新闻萧宏汉、吴雅婷采访报道。